爱国一方，爱在艺术家，对艺术家朋友的咖啡馆，等一下老朋友，点一咖啡，聊一段客家的风范。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一峰，欢迎大家今天在我的看到你暗熊风范。今天俾你听到的一只高中，一只东北教的长官高中。你要讲咯，因为安迪沃荷曾经讲过吼，说一只年啊，鬼神年一定会有一只成名时间三分钟，不能等于秒。今天最后来一只高中来谈一下，讲个成名时光。你要讲咯，因为一只高中从换张校长哦，搞一只捏团出来，很多齿动态，没齿动态，嘿沙很大，嘿风沙爱沙，沙很大。咱先请洪校长老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问候一下。哎，主持人，客家电视台嘅全国嘅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竹东国小嘅高中彭凤忠。哎，高中，因为刚刚你讲到齿动态吼，没齿动态，所以。风沙动态的沙动态乐团，你有没有取一只两个名呀？哦，介当时呢，因为介那读三行国小，啊，介读到三行国小的时候呢，介学校啊，读到有一只按到教育部一只计划啊，按到本老师啊有限的时间呢，来组成一只社团。介学校是想讲，学校的同时啊，当多都对个音乐有兴趣，我就是想讲，咱是用音乐来成立咱老师的社群。该些读读该广告个摇摇个啊，沙很大个只广告啊，当有当风当阳当有名个些。沙很大。刚才想，该沙很国小没有只沙，该几面沙很大，该几座的沙很大，矮面座的沙很大。就沙很大出来，就沙同台就出来。所以沙很大是了，其实到。学校嘅沙坑系沙坑，沙坑用嘿，都封沙嘅沙咧，生到沙。你喺沙坑国小嘅搭沙，嘿，难怪叫沙。其他张当响亮咁样啊，啊，汤圆当响亮。用过年嚟讲沙很大嘅时期，睇下啲只感觉，哦，呢只一团应该当摇滚吧，系当乜嘅当重金属啊样，当沙很大。不过啊，再啊先，他们先谈一下，如果诶，嗰时嘅要组成呢张一张安样嘅乐团嘅时期，因为要请学校老师没有，你用去请老师，又你用给听马个老师去做马个乐器，然后马个部分担任马个角色，那团组成那个过程，有马个懂特别的故事，高中还记得吗？这就你其实哈，都听下的一条老师啊，以前记得后生的时间啦，就是学过乐器啊，但是可能出了社会以后。哦，除了三回以后啊，是当球冇搞咧嘿，该读到有得个机会，该自己问，该条同事讲，你学乜嘢先啦？大家讲，爱玩 keyboard， 爱玩吉他，爱玩盘，爱玩乜嘢吼？大家刚刚去到是，我做得搞啊，所以我就是那个要强到来开始来。哦，老师开始个土沙坑国小，给老师底部咪跳卧虎藏龙诶。讲，大家多全部一只乐器，都组合一只安良的乐团出来。系，好像还有一段时间，你先来看一下，给沙动态乐团哦，两只彭校长组成的一只老师的集合一只乐团，都伫遐样的表演，其他单位演落来，你看一段历史啊。表演个歌曲啊，有几种啊？有客家歌曲，啊，还个有国语的歌曲，有在地个国小的学生来表演，还个社区来表演。
那主要也是我们邀请到又该沙很大乐团。2017浪漫在北埔浪漫石板妙皮石板音乐会，我宣布呢，现在开始。不要跑啊！哦，阿拉以前上最起码在观众时，又在阿公啊，今年佮伊叫些人熟的，佮特别爱在表演呢，其实话呀，那点个拐杖啊，喊过来喊到那台下呢，凑人躺在表演，喊过来当演员来躺，冲到躺到尾，结果呢，佮表演熟了，佮还有个打赏金，来本来就打赏来鼓励奖励，爱在欢迎，以为佮日本的演歌，我就是要强基的来推动表演，结果大家咪受到动。很大的欢迎，也是我印象当中的一个听众。我们是沙很大，赞赞赞！大家刚看到就是沙动态乐团，就个表演的一只VCR。俺比大家感觉样的吼，不过俺当好奇，就是一定要问一下高总讲，不管。观众朋友感觉样诶，因为你都是从学校组成的一个乐团，老师乐团，给学生个样看得到呢。该用时啊，我就是排上好久啊，到高中时都来练习啊。特别练习的时间呢，给学生个时候，去到个出门外，个跳舞无来紧看。喺高中时读啊，喺高中组员身上到底都该做乜嘅样？伊个可能爱到底部系有小秘密，喺个当年先来练习啊，咁样诶。韩国三行阿条唱的歌，记得会唱，记得都老白话听顶唱。哦。刚刚咧是想讲，佮细我很有兴趣。刚刚咧咪到学校办一只卡拉 OK 比赛。老家都有兴趣，韩国会唱的学生个咧，咪老去唱下，咱个条乐团。唱下来唱。嘿，唱下特别来唱。所以呢，佮细我咪当欢喜啊，唱下来唱啊。佮后来学校咪想讲，其实学生个咪很有兴趣，佮不如咧，我来变到学校，变到一只校本课程。变到学校大家来教，所以我就是咪现场计划来变到学校，想搞一个音乐特色一个学校。哦，就特色学校一种。哎，我同样记得社会咪用该社团的时间哦，大家来参加，还个音乐课，老师是真个让爱到唱个歌，真教学生个唱。所以大摆了，该音乐一起啊，唱教都会唱。啊，安尼起到贵在学校都啊，都洋溢该音乐的歌声当中啊，那个就觉得那画面。很美这样子。哎，唐高上讲起以后讲嘞吼，因为本来一只给老师的社团活动，它会变成讲一只全校性的一种音乐实验教学。比如说阿娘阿感觉吼，不过谈得了阿娘一直发展吼，会不会发展过来时间，你这个心情有嘛个转变无？因为本来去上个司令台，他们开始老太家讲法，当真认真讲法。然后转到司令台，他们就开始要教音乐，问学生来弹。一只两种心情，一只高招，一只乐手。你即刻有嘛无款样的感受？其实啊，变化动态。大家都知啊，心目中的高招先生是个道貌岸然啊，当严肃，当正经啊，讲一切之类啊。但系你啊，到台上，喺个舞台上表演的时节啦，你啊。啊，跳来跳去，韩国人到讲笑话，甚至呢，你也到台下面打招呼，哎，你面带笑容。所以刚开始呢，其实七家咪会紧张啦。你现在表演这些啦，你看到下辈社会冇成见，他话紧张你这些啦，你就经常讲，哎呀，应该三冇做好，也系讲冇大摆睇。其实话紧张到手腕结结肿，跟你弹吉他这些啦，我弹唔出去。有啲老师唱歌这些，我唱到。走音走音乐啊，给木坤啊，以前好像是全部给启动立正就给唱俩讲法，全懂转型嘛，然后再看俩的就给唱唱跳跳，当然这个心情就无嘛困扰诶。有好像还做过老五，做过啊交流也还沟通过。校长，你那边唱歌诶，当好教哦，当好写哦。以前当可能当严肃诶，你哈。可能可以啊，他跟人讲话，有阿娘学生跟人互动吗？哦，有啊，系啊，其实吼，所以下课就为了校长师啊啦，校长讲，校长，你今日弹了这条歌吼，当学堂阿咪会唱，啊，其实开始唱起来了，开始天天来听阿唱啊，你啦，三年级，下课就是这样来写。我其实啦，这些细汉个时候本来是写好教，蛮唱歌之前啊，特别下课啊，什么安排社学的那搞东西分享，所以其实社学
来高中时记得许多动词在呢，唔系许多讲许多高中时啦，来当严肃啊，唔敢讲那样嘅啦，嘿。所以变做讲，其实音乐变做一种媒介吼，本软化一种较紧张一种师生关系，算两讲，因为我受了当多些年，其实冇嘛敢。老师讲法，咪冇嘛咁老高中讲法，冇讲高中啦。老师佢就某一天讲，我应卡书去问问题，佢就唔敢问问题，就当讲讲法了。我音乐一落，音乐一落去以后，可能就在度全部就变化脱了了。所以唔过你喺度学高底波嘅事情啦。所以高中你只啥动态乐团有很多 Nobody 去表演过冇？哦，有啊。其实上课时我会练习这些啦，因为大家毫无经验嘛，咪讲讲双腿又会紧张，所以我拄捉动啊，有只朋友叫他开春汤，个春汤是同样有个 live 现场表演的，我就是在吃个创作的表演。但是咧，我咪都有咪讲讲啊，你上课时汤都唔好，老硬硬黑着。其实上课时咧，真是个生啊，八上八下，喊个走音啊，千千万要。但是因为黑背啊，当到个硬黑失酒醉，但是佮汤都当到。要上出来，其实吃到好淡，其实咱前往咱拍戏，啊，就所以是相当讲，准备讲讲，我让你学到，让你学着样样啊。不过是大白有样一两百的经验以后哈，是我就自家个自信心啊、默契啊，上有样样啦，是就练出来样样嘞。按唐爷其实吼，不但但迄学生诶，佮自家本身有一只转变啊，每一只成长的过程哦。我咪感觉，哎，高中韩国老师们面对讲自家爱上台表演的件事情，每一只当清楚的一种心理心度方一种转换嘛。比如讲，其实以前面对阿娘的事情，自家不紧张，因为唔敌娘去面对这件事情。不过俺想俺你可能就全部安排一年了，拄到阿娘的事情还那么紧张，每训练一下，就走到个长堂里边去。有在阿娘还没你还个时间来练，我说那种每一种，老师老教授一种心情的成长，一种心的成长。好像在提到哦，唐都高中来讲都去哦，你用啥动态，阿娘一只方式，然后去加用到一只音乐，还是一只教授一只什么？好像海端来了谈谈讲啊，因为伊毕竟是一只教授，用音乐来讲事情，伊都发觉怪偏多蛮个事情。而且海端的时间，你就用这汤来慢慢的落去。有些人来讲，老人反映讲，高中我就唔会唱歌，因为爱唱歌的，给阿娘的，有阿娘的有些人。他平常上课哦，就一副老大一样，老师讲来，伊都唔弹，啊，他越摆那是经过摆啊，不如弹几次噶，是他 B box 是他 B B 包包都该练习，还是要强去表演，他给他签到几次个强项舞台以后啊，其实三万都该练习嘛。他最重要的是后来去。我扮上伤口以后啊，这个态度真是在变动。啊，你再不讲吼，言教不如身教，身教不如近教。哦，这个一种好的环境吼，就是本一张懂些些呢嘞。对一只当好、当特殊的一只环境，慢慢的好多当好事情。今天你强调一只高中，其实佮最用阿娘的方式，最用一种自己喜欢音乐，又创造一只啥动态阿娘的乐团，都好个地位，又带领着一个老师，用阿娘的方式，老去改一只好搞，变成是一个音乐实验学校，像。阿娘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种进教，就是创造了一个当特别的一个环境，本来的学生，所以我感觉其实的学生诶，当幸福。所以听我像我们冯校长吼，如果创造一个阿娘的环境，你哈本来的学生有阿娘的一个当好的环境，当特殊的环境去创作去学习，给我想问，给你去搞些时间，你都最好的时间，给感觉还记得无？哦。其实哈，我带到竹东啊，竹东街路哈，当有只公园，个西昌东老面公园堵了一只喏客家戏曲一个公园，从细啊都该搞落台，该地盘啊是当到当年从当年嘞，该三国比赛，全国都该比赛，那个平常当到嘛表演什么都该，特别我哋都该搞那些啊，看到个都。
应该唱歌嘛，个心里在想啊，讲哎，下摆我系有机会啊，我一定要去上你台台来表演，从小开始有在愿望，哎，啊，所以呢，其实后来啊，我从个乐团呀，对吧？真的就是站在台上去，就是来表演，也完成了我小时候的一个想法、一个愿望。嗯，其实一种方式咪系，高中转变到你下，本职嘅学生一只当好嘅。一种音乐的一种教育环境的一个当中的源头啦。不过讲到这件事情啊，就在这个上高一看到，也系你的环境创造出来本一个学生的啊。家里有谈到讲，哎，有一只学生的，佢下个月是会做过高中时人，讲哎，唔加弹咩嘅歌嘅，又会唱，两首都唱起来。就按另外一只案例，因为呢音乐嘅方式，你学生嘅改编呢，佢人啊沟通嘅方式，有其他嘅故事系。不同的一个声音呢，回馈不同的嘛。有些人来讲，人人反映讲，高中我就唔会唱歌，因为我唱歌的，给我两个，有我两个声音。哦，我是拄到一个案例啊，是讲哦，个细路啊，本来去读到了叛逆期啊，个唔扛嘛时间嘛，个平常上课哦，就一副老大一样啊，老师讲嘛，佮都唔扛，韩国个当个发脾气，老师对佮当冇皮条啦，佮佮西上是一副导师。啊，个月白个经过个啊，都是弹起切个，是在 B box 是在 B B 包包都个练习。我想，哎呦，不错哩，我是在喊过了。他讲，哎，你有喊的时间下课，你是在高中学，因为挑战高中弹头，你为了 B box 啊，当厉害当强，你的表演不高中弹。嗯哼。个后来是讲，你三音表演冇很精彩嘛？我是在讲，跟国庆个两三音是变到一个像个团体啊 ，B box 啊。个后来记得是。真是当三万人，当年都在练习。该记得三号练好的时候啊，其实我主动在搞东西啦，讲表演不搞张开。刚开始呢，每到给带到好搞，又在校园街头一人表演，还是要场地表演。韩国很 low 吧，又买个表演啦，阿咪要场地表演。该记诶是请到几次家该舞台咧，幼细舞台。我之前啊，几多教室都几多迟到啊，书又通唔来，当然是不老实嘛。佮佮你啊，签到佮一个强项舞台以后啊，其实三万都在练习方面。佮最重要的是，后来佮到班上上课以后啊，佮个态度真是变当多。就变亏哦。所以啊，杨永元啊，其实变到甚至呢，佮变到班上的风云人物。因为有嘛个表演啊，大家就想到讲，哎，你做得出来表演，佮咪起到自家又有个成就感啊。你叫佮 B-box 也很想你懂。懂哎，说哎，懂新鲜又懂厉害，很潮流啊，这种综艺呢。我好当初两三年啊，你专门其实我是都懂，懂特别的遐。啊，两三年嗰边是因为高中创造一个环境冇改得，啊，因为要创造一个环境，你三年做唔来咩？必须是规则发教的老师全部与爱一个共同的理念哦，想要投入啊，两个因为个特殊实验教育里边，怎样把它创造一个集体的大环境？有那种气氛，不过其他的老师呢，其他的老师都啊，腾腾校长在等，哇，因为校长跟我做，所以大家就腾腾做啊，娘，有人当辛苦的一种感觉嘛。老师娘也看见了。对啦，其实上课时会遇到老师吧，样子呢，你有迟到讲啊，个人都是这样嘛。但是我就是老老师沟通讲哈，其实样子呢，体本细学啊，要进步。其实你身上我都全部让你准备好好，啊，你真是唔想怕，其实啊。你是到现在都大家都爱教开先，都顺头啊，等看等死我时候，因为有到有个专长的先生会去教我样嘢嘛。你是唔是惊？唔是讲自己唔晓啊，惊教唔来样嘢。哎，佮有蛮问题，其实人喺度讲，系无会让你解决样嘢。哎，佮我突然想到一只有一些好奇哦，我看你第一阿娘改变好高没？对啊，对啊。所以不看你有冇个想法嘛？不过听你阿平。平时代也还上一批，也还两下一批的，有冇个第一那种做的时间，其他都有冇个反应冇？我看你。其实学校都，我不看都当知识啊，因为特别啊有冇个点子啊，其实我不用那个不看爸爸妈妈，基本爱最好的一个智商者，一个出点子者，哎喂，讨论一下，不看哎来去讨论啊，慢慢做啊，应该，记得咪起到哦当好是吧？去做啊，应该，哎，上下场该。刚开始表演啊，又用乐器唔来，我不让个哥哥啊，那马上接啊，基本都会来支援。刚开始表演，你咪讲，银行冇可能冇人到，
我看你们贵圈带个朋友来指引一下，不要不安装了。啊，对，先来谈一下，看高中了的啊，这个沙糖太太家到底有沙很大嘛？就是领导做到沙很大的。我其实没想到哈，因为谈一下其实他家懂支持啊，因为一种实验性的教学哦，懂实验性的一种教学方式。下面带了一种形式的一种想法，就讲啊，你面对了的小学哈，四年，以一种形式的方式做着重新去学习体制内一种课程啊。不过为因为啊，因为他刚开始练习嘛，开始花时间去创联创啊，发动那东西。因为没办法没参加，因为没参加是个大家对唱歌人，你就讲没唱歌，大家就是都很不合群呐、啊。所以那都好像有那个反应，就负面的，或者是你比较不期待一种方向的反应，算多高中的时候。其实上下哈，每一天大家所有都唱歌，因为有的时候佮可能更好唱，刚刚那是准备有的三角铁乐器嘛，不去配合。不过有的是啊，唱歌时阵的。佮用特殊伴道具啊，有的主持人嘛，有的嘛的，其实哦是看佮啊，佮个强项叫做特殊来，因为一只表演呀，一只活动啊，每次推档的人，就推档推下幕后目前都有名啊，哎，因为本佮有的是本佮是佮写，爱做的做哪一回，有的可能日头太阳，佮叫做特殊搬东西嘛，还有的对影响还有限制，佮要做的那个插贴啊，木个。影响的问题啊，那个有的时候就是讲，俺妈个都唔想，俺唔想做啊。刚开始鼓励伊讲，你俩搬东西，你本来唔想搬的，你睇到那搬过来，肯定是坏的嘛。本去祈祷讲啊，你大家都有自家一张能力，甚至俺都想好本意时间，你想要做嘛个事情啊。啊，大家强下咪，什么讲，有的人做，有的人冇做啊。其实俺都咪营造该讲，大家共同来合作。做一只事情啊！爱你。所以其实阿娘谈高中讲吼，我就想到讲，太家咧哈想爱，哈想爱谈个歌呢。你好像有人讲过，我点歌校长啊点歌诶，阿娘有人提出阿娘个要求嘛？讲啊，太家阿你来唱阿娘个歌诶，然后因为阿你哈含滴讲沙很大咧啦乐团，表演的乐团有乐团风格没哈？对高中来讲，你看乐团有乜个属于呀？沙糖太杂风格嘛？其实因为我的风格是比较偏向一些民歌，或者儿歌，或者那个比较那个经典的歌曲啦。因为说啦，年纪大了，你看我都唱该么个？周杰伦该都新歌哦，没办法啦。其实我这个想哈，音乐本事哦，真嘅对于两下小学来讲，真嘅要当重要一件事情。好像海涛那时嘅吼，安尼将来老洪校长来谈一件事情，所以讲安尼样诶，用音乐来件事情，进入到真嘅呢，就可以多元智能教育一件事情。因为多元智能其实当复杂哦，因为多元智能佮列起来当多像语文啊、逻辑啊、空间啊，佮七八项的某困样的一种发展的方式，其中一项其实就会音乐，你还当来看一下，音乐对多元智能教学的件事情，到底有哪样的角色？你还当来看。大家礼拜三在课间活动的时间呢，还是安排到校园街头艺人的表演，佮可能唱歌啊，或是喷乐器，或是去打篮球、运球、运动，佮姿势当这样，还有佮大家毽子啊。太多当好，那个有的人可能去书在书上表演，特技然后表演，表演的当好啊，那都是鼓励你来表演。做表演的呀。是本去讲啊，你想来学一只东西啊，你比人都多发时间，你是做得展现出来你才。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尼刚老给彭校长啊，高中更多一张多元智能教育的一件事情。其实我看一下资料哈，给阿尼接着讲给多元八大智能哦。其实有语文、逻辑、空间、音乐、肢体运作、人际、内省、自然探索，有八样按
按广阔的一种概念。可是我天天想问给高中好，就讲我想的按多的方式，按多的领域，目的应该是希望做多一张很多视觉发展、视觉教育啊，另外一个概念。高中那年我去想这张视觉教育这件事情。我认为啦，因为大家推展呀多元智能的，该视性学习啊，体验先打破的那观念是成绩至上，然后考试考高分啊、因为障碍又到高中，因为就是为了没有办法打破这个迷思，所以那边人推行了的多元智能的世界啦，其实有起到什么意义啊？所以因为能够打破这个迷思的时候呢，我们就才能够去找到学生的优势能力。因为幼儿园可能好读书，但是幼儿园都体育啊、音乐啊各方面有限制嘛。你先到佮幼师的能力以后，你针对佮强项啊，你不拉拉去鼓励啊，啊，还个不去加深加讲落去，因为呢，佮人学习去了，佮人有兴趣，佮人会有得到佮的好有好有兴趣啦，安尼啦。你安尼讲佮视性学习这件事情，其实有讲一段时间呢。然后啊，多元智能有。列出阿娘八大项阿娘的点，你会开始最喜欢的音乐，好像音乐我变到一只多元智能教育党，从一只点，而两件事情，唔提高中讲，有去想过或有去查过讲，它最源头的这种设计的这种目的是嘛个嘛？因为其实来讲啊，音乐啊。本来想法讲，因为音乐吼，其实可以让人家的心情把它沉淀下来，平静下来。所以当时想法是讲，其实在学校来讲，为什么一天来上音乐课？韩国你上音乐当中啊，又搞到乐器啊，不是要学习嘛？你学习当中啊，韩国你自家以吹奏、以弹奏当中啊，一方面其实可以让自己的心情平定。韩国主要你是讲会有一个学习技巧的练习，韩国。一个东西你读不外变得外，其实个学习吧，它很可以很完整的把它呈现出来。但是也是一个教学的一个过程。像学习一个乐器的一个过程哦。其实我多了还有一只遗憾哦，遗憾就是，我多了就我冇该专注过一种乐器啊。太好是个有受过练习过讲弹吉他，我个是个弹吉他，伊想讲啊，其实。像大家想爱追求女朋友，或是想不好弹吉他，我们他第二阿娘的老给女朋友追求阿娘。不过后来来周边的时间啊，发现一堆事情，就讲其实我没懂好弹音乐，有一只偏向，其实因为托给村上春树的关系哦，就开始弹给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给只石头的这种爵士乐，就慢慢的弹给只石头，其实差不多。20年到30年之间的那个爵士乐，我还不有团体的，又在个某堂，我就团体原因是讲啊，其实弹来弹去，这个弹个几年后来，他终于弹喊能到石头的个只音乐啊，为什么原因？这个没讲不出来，讲为什么那只死期的音乐按吸引我啊？了，就一弹一弹，所以变成讲啊，这个没好多一只聆听音乐一只习惯。我咧家庭讲到嗰只多元嘅智能教育一边哦，里边有几只当特殊一点，一只系像逻辑，逻辑而你用多元智能嘅方式呈现。其实因为你讲系逻辑来讲，本来其实要嘅上课时嘅样板，后来又变样板，发展系样板嘛。其实用音乐来讲啊，其实唔系是好音乐嘅。因为像你刚才讲的，主持人讲的，该外国的歌曲来讲啊，其实你欣赏当中啊，你会看佮历史，当初佮怎么样呢？所以其实你在学这个音乐的时候，你可以其实可以认识到，比如说哪一个歌者，你去研究它，对成音乐的该凝些，还有历史的凝些，甚至呢这个国家它当时为什么有这些情形？其实变成说，其实都不会局限在这个音乐的部分啊，其实在历史。文化甚至地理国家的里面其实都会衍生出来，对，所以其实我们也不要把它局限说就是音乐对。其实按高中一开始其实在当前主讲，其实不管哪个方式啊，其实个学一件事情的过程里边，也可能就会包含呢一种逻辑性里边。
其音乐没有这个语言，像歌词没有这个语言，嗯、其实当初其实就一只音乐一只点片呢，其实是包起了规则结构全部涂掉啊。粗糙来讲，就八大字源，啊，你一只动态一只元素底本，就慢慢来出了不同的一只方向。嗯、所以那其实很想多讲，你不能按这个高中地方有一只乐团的都 Mr. Children 那样，其他的有一首歌啊，记得歌名嘛？不过记得个 MV 当清楚，就是讲，其实 MV 就是有几只个中年大叔。啊，可能结婚的结婚的，多少年多少年，然后爱上班的上班，然后去给工地做些工地做些，加上有四十年三年了，然后大三年就因为了都现实的生活没办法，再过继续少年时期的梦，所以呢，伊拉都就重新于三年看到一只吉他，给听爱开始。重拾个像音乐梦啊，就开始大听他前全部会给的以前的旧的音乐爱好的朋友们，再过组合成一个乐团，再过重新跑动自己的那个理想啊。其实给他MV 啊，给 T 百可能是个懂看不懂啊，那样就讲啊，原来其实俺们七干们都会在年纪耶，可能俺们的 MV 会有一种感动啊，那样。其实给唐都给高中的叫啥东西的乐团的构成啊，阿娘啊，还没有遇到一种阿娘讲中年危机问题的地方了。我有阿娘问题的朋友啊。其实当初也在影片看到个细节了，阿娘没有心有戚戚焉。因为是讲啊，那触动以前啊，后生个时对音乐个那只热情啊，理想啊，理想以前好过。好，可能每当主持人讲诶，会都爱交唔朋友啊，谈两三天啊，意思讲。但后来咧，时间未对讲，对家有兴趣，但是就冇时间啦。佮多多有啲机会，大家是要合起来再联系咯。佮大家有啲共同的目标以后，佮其实你知道他有困难再来学，其实很快。所以后来啊，大家可能在课余时间哈口十分钟。就开始练咧，练咧。那个十盘中间啊，那个短的时间就练了。那个看到蛇，我咪同样。只有闲时嘅当中啊，佮五分钟、十分钟，佮做三万年。当然啦，你佮当中练来嘅东西啊，佮其实，按照学到带得走的能力，佮永远就不会忘记了。高中诶，俩啥东台俩乐团哦，组成以后哦，大家。他弹高中讲啊，十分钟时间没来弹一下，他讲十分钟没来唱一下那样，佮其他个人就会用最积极的态度，伊用轻松的时间，伊想办法把那事情全部都做到好，好像其实俩还挺难的嘞部分咯。不过等等做讲俩工厂组成多厉害，没有一段时间了，佮到底会不会行到那呢？因为爱豆有俩成员啊，几乎都是教育的对老师们哈，所以爱豆有目标，没成功，还得教育传承。对，那目标是讲哦，要慢慢把这个东西带给小朋友。所以爱豆从爱好搞来讲啊，爱想法是讲啊，本社会去当一个机会，就得展现出来。所以从爱好搞主动过下来讲啊，还是。大礼拜三该课间活动时间了，开始安排到校园街头艺人的表演。校园街头艺人的表演，都好高都好高都，还有一个中廊啊，该一下口了，给事先先报名啦。那大概是安排两三组啊，该给表演的内容呢，分给其他的听。给可能唱歌，或是喷乐器，或是给打篮球、运球运到个姿势当这样，还有给踢个毽子啊，啊踢到当好。啊，我有的人可能去书，该书啊，表演，特技啊，表演，表演的当好啊，我都是鼓励他来表演。做表演的咧。哎，是本佮讲啊，你想来学一只东西啊，你是你比人多花时间，你是做得展现出来你的成果。主要佮到社会里头来表演，佮我利用下课时间，甚至放学时间啊，甚至呢有一些跳舞的部分，佮其他的表演 MV， 其他来跳。在跳当中呢，同学之间呢互相讲，互相讲啊，应该跳唔好了，应当哪家姿势，哪家姿势。所以其实咧，到咧下12年国教在推案都自发互动共好，其实这个
就是这些精神。嗯嗯嗯、学生他有了这激励以后，去其他吃东西学习。嗯嗯。家己为了到同学之间啊，能帮你配合默契啊，跟人家是有互动的嘛。他在练当中呢，最后他展现出他那个自信心、他荣誉感，其实跟教育的最后的宗旨就是一样。目的是一样的。哎、对啊。其实刚刚跟高中阿娘讲哦，我就想到讲，其实安尼咧哈因讲教育，多元智能教育的件事情，都伫喺体制内一种新的方式，也系其实伊本来就系一种当源于体制外的精神。而像体制内啊，体制外的件事情，某一天其实伊没轻松一回事情，而且海岛是安尼的，谈一下高中来谈一下，伊用一只安样的方式。去触动、启动，一只国小地方有一种像校园街头艺人，按另外一种形式的方式来，老师你叫他给我同教育去马街，而且海端你要谈体制内外，不管走翻转教育啊，新式教育啊，我们最重要的是能慢慢融入教学。其实国语课能不能？用音乐去呈现，走的啦，一定要从该诗歌吟唱，上诗歌，哎、哦，诗歌来用吟唱的，有诗歌吟唱，对，这个其实就是融入音乐，融入教学，利用了音乐的元素、的美材，要去融入进去以后，其实 AMA 呢就是一个打破一个比较知识，嗯、而且这样 KCI 好起来，好上 AMA 起到好又兴趣、好趣味化。各位观众大家好，其实上一节吼就谈到的已经进入到这种教育系统体制内的一种问题了。好像咧接着来讲一点，就是讲，究竟你讲的体制内，然后体制外两种无困用系统的一种教育方式吼，那片好那片坏。按照如果体制内有当多系统的捆绑，制度上的压力。不好上的模板，把安置有一好东西。不管你要不要今天谈到给彭校长，你说其实在好个地方要签到一种体制内当自由的教育方式。你没有说到体制外的他自由当好，可以没说体制外给的好上的，其实给他们面对制度的时间就要说给他适应不良的问题。所以我想聊聊天事情，没说绝对的好坏，不过我想给你你接下来的时间希望有机会做的强高校长你来谈一下体制内、体制外，因为你哈高中还好高还体制内，你就用粗糙的方式来分吼，所以算体制内的国小。嗯。但你说体制内的国小底部，高中又用一种隐高的方式来发展起个两只国小的一种实验特色。那同时我请教给高中，就讲你这个海鸟宽。体制内外，其实提到青苔的、青光的问题哦，体制内外对你来讲有冇个意义吗？其实咧，体制内、体制外来讲啊，其实佮个教学目标、理想，其实都重要，都是为了要怎么样让学生啊有效学习，然后怎么样老师能够有效的教学。但是因为啊，确实啦，体制内好搞来讲啊，佮好又。跪停的好逗啦，譬如说一节课四十分钟啊，然后哪些课一个礼拜要上几堂？因为这个部分其实教育部该课纲地板全部是绑定的，哎，规定好哎。但是就是未来的十二年国教其实就会比较松绑，就会比较能够去改变的。但是体制外来讲的话，即使讲有一些部分呢，它好持有，它可以依据学校发展的特色的去改变、改变的，所以呢，才会有分体制内、体制外。你很沉迷来谈就说刚刚给你高中有讲到给你来讲给你给音乐实验的那件事情，音乐实验教育那件事情，你包括实验教育来讲，我就想问说，像安良的一张实验教育对高中来讲，你究竟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呢？你心爱对我的算是体制内啦，所以啊，我们都好教我们真的老师沟通啊，用半年啊，让你啊融入教学，因为其实咧还啊，不管走翻转教育啊，新式教育啊，我们最重要的是能慢慢融入教学。融入教学。对，因为其实国语课能不能
用音乐去呈现，走的啦，你得要从该诗歌吟唱，嗯哼，该哪些？上诗歌，哎，诗歌来用吟唱的，国语有诗歌吟唱，对，这个其实就是融入音乐，融入教育，就是我们怎么样子啊，利用那音乐的那元素、那美材，要去融入进去以后，其实二音啊就是一个打破一个比较知识的，而且这样 KCI 好起来，好上面起到好有兴趣，好趣味化，高多样啊！就想问一个问题，如果以前你还是一个啊，你是一个啊，你的教育还像填鸭式教育没有？落袋式的，严格说还严格，搞的东西没当多，不管社会一条社会唔得，就全部搞不稳那样，就还填鸭式的教育。你还其实慢慢的就，虽然系啊，体制里面可以用给予改革制度的问题，我给慢慢的有打开了一些些嘞，就稍微松绑一点点那样，本来的学习的可能是还高。自由度较高，两件事情来讲，对于高中来讲，其实澳门高中问题就讲，你他松绑的一种教育方式，然后以前填鸭式的一种教育方式，他严格的一种教育方式，那两种方式，那种还好，那种还坏？其实各有缺点啦。以前的方式来讲啊，虽然好知识，但是啊，佮学起来啊会好。好，是讲好了好浅，因为你发的时间好多去嘛，跟你还放学来讲啊，可能是像那个以前学东西一样，你每个都会学个吧哈，你是变到全部是好多个皮毛，是的，我怕他专精那样啦，所以各有优缺点的，所以像人家多元智能也同样啊，你学到上课时，你来尝试各种之后，其实你最明你听懂，你自己专长以后，你听。后续的部分你一定要花时间继续下去，你也莫继续下去又完配了啦。你准备可能其实就是只有皮毛样一点啦。不过按你讲的学习吧，一天要花时间没，对吗？哎，然后你就以高中了下国小一个阶段来看，其对于一个学生的成长阶段来讲，有很多小五、小六就高年级的时期，其实开始面对到一个。传统诶，搿种中学老高中搿种系统化诶课纲教学时间，其实无时间去学，花诶五年九个月研磨两件事情咧，其实变态咧，诶变态咧，根本唔想变，不过佮无办法，因为佮要上各种啊，再过你高中还要考太好，佮你有买你啦，你有解决两问题。其实你阿妹当到学校诶心脏，我是家长会督导诶问题，我其实啊。你想看，你也要坚持哦。你该休息五分钟、三分钟，几多位在练。所以你其实哦，教室有教导，佮其实对佮要坚持，佮时间会侵时间。就像阅读同样啊，到底如果为了联考就不阅读吗？就是让他觉得说，其实那你啊东西对你休闲也好，还讲教好了讲，其实有帮助。像你认为我是你啊读书读。透到甜咧，我休息的时间，我拿来做休闲娱乐。咁你可能你休闲娱乐，你本来都睡梦嘅嘛，冇成可能都该滑手机嘛嘅。咁嗰段时间你做咧病态，你咧练习，但是你练习目的系你嘅休闲娱乐，是咩讲？你听来比赛嘛嘅，因为好冇压力，因为你自然啊，时常与接触嘅接近嘅，你是冇起到该系只功课样。那是一个休闲娱乐，因为你是没来玩它，没来跳它。那你还摆台好啊，要出沙会，你也还有时有时间有闲时就拿出来，随时就拿出来就做来搞。那是讲没谈得了的。其实他谈高中讲，其实真正是一种我想办法过去个，努力再有办法去请多俩，因为其实那个。你在感觉每反应都高中这个本身当不了，因为你这个每去这个师院毕业以后，去读体院的研究所，然后又照顾法师间，去读乡土语言学课语的硕士班。所以其实没考这个，因为好像那段时间没有事要做没有，没有其他工作要做，没去搞这个法师间去完成了的这个想要追求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就会想到讲，你看好也很多。没有给客家语文的一家硕士，又有音乐按钮的一家实验教育环境，那两件事情我 happy 了吗？客家话老娘跟音乐教育我 happy 了吗？其实做对了，因为刚才听你讲的融入教学，对，所以我到从我到上个汉语课的时节啦，我除了教室有娘以外，我当作用床的。
韩国用表演的艺术表演两个来用，韩国唱的，其实这就是融入了嘛，对嘿。然后你是本身有讲，不给地讲个文字的美，客家文学的美，哎，这样就又有学到一个东西了，哎。所以呢，就是说怎么样子把它融入教学的部分，其实很多都可以把它串在一起。啊，就想到给你给客家的词曲创作一家歌手米莎。今年应该有出一只新的专辑，我都在想到一个教授讲，啊，你应该在讲，哎，有一只语文课的时间来上米莎一个只客家的歌词，然后呢，音乐课时间就用吉他来，然后学生来唱米莎一个只客家歌，然后每教给他用音乐乐器来演奏一只啊客家的创作歌曲。我说咧，每一种当好一种结合方式。啊，像今日其实老冯校长讲到当多老教育有关的事情，啊，刚刚问当多体制内外的事情，你们啊其他私心啦，你做多校长哦，就实在来问校长，因为啊其他咩当想更加了解体制内外教育的件事情，因为我知道三年的教育不管是黑米客家人的三年，归在台湾当中，因为下一代教育原则上是像。彭校长阿娘的一种教学者，在帮我们带领那个青年的，所以讲我当期待阿尼台湾越来越多像彭校长阿娘的一种教学环境，专你跟他讲的，你言教不如身教，身教不如环境，哎，创造出一阿娘的环境本，小学生那些可能其实也都在这样子的环境去，因为两个高好融入的状态，给不上多几个的方式去学习。好，像今天非常感谢彭校长来到安尼安详文化节目当中，希望大家谈高中讲，也对安尼规则教育教育那件事情有某分样的想法安子说，谢谢高中来给未来安尼的反应真给他一张不容易的实验教育。彭焕章高中想要用家三堂体育堂来实验家的教育，更正经是安良的。没，他想要做的事情，不是用国小的学生的来实验这个音乐教育的方法，因为他不会留四年的变作拍脑处。他现在的是音乐让的融入学校的教育，他在就等学生的好多的歌词，他才会爱到的语文，就等学生的好多的乐团，也要掌握当真实，当你穷下上课的同班同学。彭教授其实是教育体制底部一只投手，他准备投出下一只音乐教育的变化球。